北蘭的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的 slogan 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欢迎收看，是对你比对了，欢迎收看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直播节目，小玉行阿来。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来宾呢，是我们的徐宏庭徐议员。各位小玉行阿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徐宏庭。我告诉你，我直播哈、这么多集哦，有史以来第一次 delay 开播就是今天。徐宏庭，我认识他很久了，他不管做什么都迟到，打麻将也迟到，然后约也迟到。打麻将迟到，你可以少输一点，好不好？哇塞！好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是超级非常有趣的哈，我们要从这一次对，然后呢，很烦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是线上直播，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在我们小玉行阿来的这个脸书，或是在徐宏庭议员的这个脸书呢，都可以提出你想要问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想问什么都可以。对，我他那个什么没有。没有特殊性关系也可以，都可以，没有界限的，没有界限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节目超级有趣的哈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玩游戏玩这么多的来宾，可是我绝对不会被你就是因为没什么梗，所以在玩。你干嘛？对，我必须要我跟徐宏庭认识超久的。哎，宏庭，我跟你讲，选民，大安区选民，大安区选民，这怎么投？永远不会投的，会投。这有投我吗？有啦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我们连过三关，如果你赢的话呢，噔噔噔，1000块奖金。哎，节目开播以来你是第一个哦，可以有奖金的、哦。对啊，我是第一个有奖金的。不是，别人都是直接领通告费，你是要挑战奖？为什么？哎，我在讲脏话，真是的。好了，如果今天连过三关，你要是赢了有奖金。好，如果输了，我们就是这个噔噔测谎器。这真的能测谎吗？可以啦，真心话大冒险啦，这太恐怖了，我最讨厌这件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但是我们呢，节目开播以来，我们还是先讲一个震惊的啦。好啊，哎，那我们知道昨天的这个立委补选啊，这个结果，哎，讲一下你的看法。要问看法就喝水，讲一下你的看法。哎，你们友党的这个陈秉甫啊，不幸落败，什么友党？本党陈秉甫，但是何志伟是你的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熟啦，算熟啦，对。啊，你怎么看这样的选举结果？你觉得柯家军的光环有褪色吗？我觉得选举结果是这样，你还没睡醒。就是我觉得陈秉甫有拿到他预期的选票，当然少了一点点，那可能少在所谓的士林区。这跟所谓的大家讲说，因为补选嘛，这临时的，其实这样补选真正打大概不到了2到3个礼拜吧。对，41天啦，41天啦，一个多月啦。那我想可能比较清楚我过去的这个履历哦、的背景的人就会知道，我以前在州首训委员办公室做助理。嗯，其实那个选区我跑过。嗯，那个选区是全台北是最绿的选区，就是说蓝绿比最夸张的一个选区啦。所以我们在那边跑的时候，政治学叫 gerrymandering 嘛，就是竭力龙源效益，也就是说把选区。想把选区弄得像是一个龙源一样，那为什么会这样画呢？其实就是因为那一席就是原本在设计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希望说把这个比较大比例或同样倾向的选民画在一起，所以这个选区很特别，南到什么地方呢？南到台北车站，北到哪里呢？北到阳明山顶。哇塞，这个选区哦，这选区是南到台北车站，北到阳明山管这么宽，从车站到山上，然后我人生。我自己拜票都还没被人家吐过口水，可是我以前帮人家辅选的时候，被人家敲门，被人家吐过口水过。你去阳明山被牛吐口水？没有，我是在台北车站附近，还被阿妈用扫把打出去这样。真的假的？台北车站哎、欸，你玩戏耶！啪啪啪！瓦戏耶！对，瓦戏哎啦，瓦戏耶！好了好了，现在因为我台语也不讲，没讲那么溜嘛，所以这个选区我觉得。比较可以看得出来，倒是很简单一件事，就像你刚刚讲，你说柯家军有陨落嘛？我其实想问小玉说，柯家军有起来过吗？除了柯文哲以外，柯家军有啦，柯家军没有、欸。大家一直在讲说2018年的什么议员选举什么，大家只看到柯文哲显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有人去检讨签柯P认同卡的到底上几个？五个，41个上五个。对，那五个是什么？那五个是首都问政联盟嘛？也就是说，对。他本来就有，他本来就一定会上的那几个嘛。那真正的完全就是说从零开始的柯家军呢，有人上吗？哎、欸，你那星星培养啊，下一次再出来啊。那我第一次就选就可以上，哎、啊，你啦，好了，你臭屁啦。不是啦，这个是一步一步嘛。也就是说，选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白色力量到底是什么嘛？那白色力量现在看起来好像只在柯文哲身上，没有办法外溢到所谓他其他候选人上。那这分两个层面来解读。第一个是好。
选民看不懂柯文哲所挑的这些人，嗯，所以柯文哲挑的柯文哲的民调没有办法复制到他们身上去。好的，这是一种解，这是一种解读、嗯。他看不懂，看不懂他挑的这些人是谁？对，那另外一种就是，就他白色力量的价值没有彰显啦，就白色力量价值到底是什么？对，白色力量价值到底是什么？嗯、这是混淆的、嗯。然后第二就是，好，选民觉得说你到底在挑什么？嗯，就你挑的这些人，反正我不要，我只要你啊，我不要其他的。我看到你以外，你挑出来的跟我看到的感觉不一样，嗯，我就不要。嗯，所以目前看起来，柯文哲好像还在这个地方做挣扎嘛。你看他过去不管是首都监督联盟，那靠自己当选的，对，其他的就像我常讲的，在我的选区，啦，对，在我的选区挑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，没有啦，选我们那个选区有就是一个那个，你看像王志雅的，嗯，对啊，那个就是啊，王志雅没办法，他是因为国民党初选没跳过，对啦对啦，跳党的被捕仔，对对对，那另外一个是疑似诈骗犯，好了好了，人家都落选了，你还讲人家，嗯、不是，我都在讲说这是白色力量的组合到底是什么。好的，也就是说你找了这样子的人，那他有这个团体有彰显出你要的价值吗？嗯，那柯文哲自己也还没解释他的白色力量价值到底是什么。嗯，对啊，行政爱行政什么乡土什么什么那个，哦，可以，那都是很爱乡土，都很台湾价值。你是蔡英文哦，又要挑战人家台湾价值是什么？好啦，好啦，加到天上。哎，马斌来了耶，我们的好朋友 ，Hello， 马斌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没有那么严肃啦，对对对，我只是先让你刚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徐宏庭议员的办公室哈，哎，恭喜你耶，这是一个还没有整理好的办公室。哦，对，我知道，看一下，因为你们所有议员的办公室都大班风，对不对哈？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特别的机器，我们第一关来了，噔噔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你的这个办公室会有这个东西啊，哦，这个东西是飞镖机，这个是舒压。好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舒压肩磨链。哎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，好，也欢迎这个来舒压肩磨链。这是夜店风哦，这什么夜店风？嗯，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嗯，问政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问政精准啊。对，问政最重要的就是精准。嗯，所以这个来磨练精准度。靠，那我怎么讲脏话？没有，你这样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跟你在一起很容易讲脏话的呢。问政除了要热情以外，更重要的是精准度。如果只有热情，没有精准度，拜拜。哦，有精准度没有热情也拜拜。好了好了，你果然是懒人小钢炮。对，所以我们就要尝试，就是我们要尝试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真的很不爽的那个，但是你要站在这边，然后稳定的，然后让自己。哦，那我在怀疑，就是说你的这个飞镖机上面是不是常常放了柯文哲的头？然后，所以你就这样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。是没有啊，但其他议员有放过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自己真的没有。好啦，先让我跟你讲，今天来过三关，我来当然一定是跟你比赛。真的假的？你要跟我比赛啊？对啊。好啊，我让你，我左手让你，没有了，我右手让你，没有了。来挑一下啊。好，那所以你要先设定嘛，那我要先设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总共有三支标。对。哎，这真的是你买的还是你租的？我租的啊。你租的哦。对啊。那这样子一个月要多少钱？分润，它是走 profit sharing 的模式。哦。它是走分润模式。哦。分润就是，好，你先来，我让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要让我。对。哇塞，当然，好。那哎，这是一人一次还是怎么样啊？一人一次啊，轮流式啊。好。你先攻。好，那我上面要放你的头，我才会准。没问题，真的啊。对，好。问政要精准，是不是？你要把301取消掉哦。好，我们1000块大决赛的第一关。哦哦哦。那所以就是射中红心就可以了嘛？没有啦，射中把301的分数归零。哦，所以我要射301。你这样子，人家原本以为小玉很fashion的，结果现在发现小玉是个妈妈。我真的是，快点啦，教我301是怎么样？你现在就是把301归到零啊。嗯。小麦归零啊。那外圈是2倍，内圈是3倍。哦，外圈2倍，内圈3倍，然后这里是50啊。所以我要想办法射红心就对了。对，就不一定，你其实本整个整个盘里面，外圈是2倍，内圈是3倍，所以这整个圈里面比50高的有很多啊。Okay. 有20×3、18×3，有没有？基本上。Okay.17×3都可以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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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我只要赢你就好了啦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看你这是夜店咖，真是的。什么谁可以夜店？这样多少？两。这样11扣11。哇，扣11。对，然后再来。为什么我会被扣11？不是，你要扣10要扣到0。哦，好好。真的是个妈妈，你看这样大家就知道你是妈妈。早啰嗦了，真是的。一点都不会选。好，喂。好，所以你看，照比人久，这个射完半个小时。
的。所以观众朋友看我们色，所以我是263。对，你总共你现在从301变260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然后现在该我了。哇塞！中一分。你更烂。20分。耶、yeah, 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，耶、yeah, ！我赢了，我赢了。比一轮呐、啊！哦哦哦，好，比到归零呢、欸。比到归零，哎、欸啊，你当我们节目3个小时哦、喔？5分钟好吧？你当我们节目3个小时吗？好，看小玉飞镖，5分。小玉飞镖，20分。小玉飞镖，3分。啊，好烂哦、喔！28。好，1000块，1000块，1000块，冷静呢？对，我们这样子应该不算博弈吧？还是我应该要脱外套？哎，你少来了，你脱光好了也没关系啊。你要脱光，没人要看。我还是赢哎、欸！这三标都在一起耶！我还是赢哎、欸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放柯文哲的头，你才会赢、啊。越追越近。好了，来，我让你脱外套，让你脱外套。哦，不是，我这里放了一只手机。啊，那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，让你脱外套。1000块。没有。1000块。哎呦！1000块。哦。哇 ！Yes。你看，你射到。Double 17跟 Triple 的3呢、欸？啊，我懂了，反正就看看谁先归零，谁就赢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小玉是以186分遥遥领先徐宏庭的241分。玩游戏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搞懂游戏规则。哎，跟美国人看台湾人一样。你很无聊又来了。美国人都讲说奇怪，你们台湾人都，哇塞、欸、哦，超，天哪，超过了，天哪，你超越我了，对我超越你了，太过分了。来，这果然是你养的机器，没关系，没有到最后哈，到很难。这个没到最后，真的。真的。哦哟，一定要1000块钱。好。哎呦。哇，1000块钱。你们节目是很拮据。很拮据。你要想办法守住。你到1000块，我们可以吃一个月。真假的。吃泡面这样，不能让你赢。哇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天哪。射不到红心哎，真的，哇塞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好，不会不会，我跟你讲，紧张都很简单，没有到最后不会输的啦。很紧张，好不好？很紧张。今天是现场直播，没问题，降半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对，现场直播。哎呦，糟糕了！没事没事，不要被我射断了。六七五，天哪，不要被我射断了耶！对的。好了，你看我这样子有恐慌到，怎么办？就被影响了。真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不因为那个陈思雨输，所以我们会有那个柯家军，会有那个，对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哦，啊、你是让我，你让我，你让我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是为了1000块之战的，这一 round 我只射了6分呢，哈哎、欸，快点，你不要断了啦，变成陈思雨了，变成思雨了这样子，怎么办呢？你继续射，我们一定会领先到最后，笑到最后。你没有，你现在已经落后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会那么邋遢啦？好了，赶快。好了，我一定是没吃早餐的关系，我一定是没吃早餐。好。哎、欸，你们选民服务，如果各位选民想要到这个徐宏庭这边来的话，哦，哇，红心，中红心哎、欸，真的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？太离谱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会突然？我看爆发力。为什么突然中了红心呢？那是因为你看正义得以伸张。46分，好，很紧张、啊，我最后就砍救你妈死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就砍救你，为了1000块、哦，这非常，你知道我们公司经费拮据，我为了公司而战。你再中一个红心就有没来？再中，为了公司而战，啊、加油！为了公司，哦，1000块，哇，1000块，1000块，哇塞！等一下，你只要射8哦，你不要射错、哦。啊，那这怎么样？啊，如果超过嘞？超过就爆掉啊！超过爆掉就不行了、哦、，boss 就重来。还有这样子的，你看 triple 15有没有？看到没 ？triple 15。这样子的、哦，好 ，double 15有没有？是 double 15。我们这节目不能讲脏话，我们高水准讲话。哎、欸，不可能啊！我怎么可能只怎么射8分？射八对面。那，就射啊。那万一我爆了怎么办？爆了就下一 round 继续 round 啊。不要啦。啊、爆了耶！他、啊、爆了，输了。没有啊，没输，换我。那我爆了。就是看谁先射到零。那、啊、我现在射15×2，你看就那个绿色的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节目会3小时，全部都在射标啊！啊，射20简单。哦，哎呦，20简单。徐宏庭，天哪！事实，我们事实证明我也没有。这到底是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标还是标？你到底有没有每天在？我是没有每天。好啦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上面要放柯文哲的头，你才会有局。啊，不，你放我的头好了。爆了！哎、欸，爆了！有要射20，就射到20×2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节目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啦？这应该这 round 应该就结束。好了，最后了哈，最后了。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啦，爆了啦，哎、欸，爆了，要设准一点、啊，三个小时的节目已经三个小时了啦，快点，我们节目才半小时，不是三小时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我们赶快结束它。24，十二乘以二，选一个这么难的游戏，再一个十二，结束。啊！看到没？真假的？结束啦，真结束啦 ，winner 啊！哇塞！稳下来了，稳下来就过关了。完全不公平。什么完全不公平？完全不公平。耶、yeah, ！我赢了第一关了，我再赢一关就有1000块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好好好。这是一关，希望你以这个不正当的手法。嗨嗨，有人跟你打招呼。嗨，好，好，对，好。第二关什么？第二关。好，第一关那个徐宏庭以不正当的手法，为什么赢了这个？因为这个飞镖机是你的啊，你付钱你养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关呢？哇塞，第二关呢？我们是要干嘛呢？好，干嘛？摸麻将。等等等等。还有广告。还有广告。摸麻将，好，来。没有，我先跟你讲一下哈，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还是正当的这个节目哈。对对对。那我跟徐宏庭呢，其实我们两个是牌咖，这应该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我们不是打那个很大的，我们是打那种小到不行的家庭麻将，50-20。对，我们是打到非常小的，而且我们大概一期一会。对。哪有？我们上次打已经3年前了吧？两年前啊！我想到了，自从他在国民大会上讲说他跟我打麻将以后，我就再没跟他打过了。那我必须要讲是说，我觉得徐宏庭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咖，因为他这个反应很快，而且他动作很快。你知道，我觉得打麻将最讨厌，每一支牌都有一首歌可以唱。好了，打麻将最讨厌就是人家动作慢，就是哎聊天然后连然后打很慢，我真的讨厌跟打很慢的人打。那我觉得宏庭是这个，可是跟徐宏庭打麻将唯一的缺点是要戴耳机，对，有点吵，因为太吵了，有点吵。而且徐宏庭他真的是对蓝的非常忠诚，他摸到发、啊、他宁可不碰，对，因为绿的出去。绿的讨厌他不碰，绿的出去，对，所以他是有毛病的牌咖，发有一台他不碰，所以他有毛病，永远胡不到他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挑战这个麻将嘛，哎，本来要挑战两人麻将，这麻将太重了，背不来。好，徐宏庭最自豪的一项绝技就是常常摸错摸麻将。我今天让你五张，然后只要中3个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让你赢第二关。好。开始，大家叫你，有网友叫你加油哎、欸，有网友叫你加油，啊，摸那么用力，我的牌都被你摸那个。这是个字吗？这好像就是绿，这好像就绿的哎、欸。哎，好了，快点，是什么？这是绿的还是鸟还是什么？等等，哇塞，我研究不出来。我们节目只有半小时。发啊！你管我民进党？我就跟你讲绿的啊！你是真心爱民进党？八条，这个是什么？哇塞，厉害耶！这是系统吗、欸？你都摸到绿的，靠，就错了。不要讲脏话，我们这是哦，小孩子身心的节目，你一直讲脏话，我都来不及逼耶，超烦。你讲的是张兮兮耶，好，是吗？好，又不太像。好，快点。哎、欸、啊！张兮兮，厉害吧？好，不行，哎、你这摸上瘾了，你到我们夜市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啦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真的很爱民进党哎，其实你爱民，你都摸到绿的。这个我摸不出来，这好像真的是系统。可是又不太像。今天要表演绝技，好了，花还藏字，花那么难摸，我有陷阱题。好了，你当我们，哎、欸，你到底是怎样？你是当我们是夜市哦、喔，但一直摸。哦、好了，5张中3张，算你過關。哎、欸，对啊，5张中3张啊，你过关啦、啊，耶、啊 yeah. 欸！但我们的节目是要过三关才能拿到1000块。那我继续，为什么？我管你的，干嘛改规则？你国民党中常会啊。被发现了，他们说3战2胜，他怎么突然变3胜？有吗？有吗？我们节目没录，你不管你。你以为你跟我讲说常规？对啊，我应该可以换住了，真是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有网友说呢，感觉你很熟练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总监也进来了。我真的很久没有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总编进来看了，总编辑好，对我们进来看了，所以你不能讲脏话了。虽然收视率不是很高。你很烦啊你！但这个节目它的历史价值跟意义。历史价值，我请过最搞笑的来宾。好了。好，第三关最搞笑应该周小平吧？没有啊，周小平要拍那个、啊，加油！哎、欸，1000块大挑战，好，来，今天我是为公司而战，对，好。啊，对，其实总监这个卡进来，就是他想要看你守不守得住，对，要守住1000块，糟了，我为了1000块，我可能没工作了，这样。那现在干嘛？好，第三关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玩一个游戏、嗯，叫做政治 Temple， 嗯，好，那你可以跟我这样说，很简单啊。
请你跟我这样做。天才冲冲冲有没有看过？没有。没有看过。好，你很白。徐乃麟跟那个曾国城很有名的节目。我们有 generation gap。啊，什么 generation gap？ 是你有问题啊？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这样可以了哈。好，那好这样动作可以吗？这样人家觉得我是、那個、请你跟我这样子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我 feel 好，那我讲啊。好，帅帅的，那你接一个政治人物的名字，你接一个政治人物的名字、啊、都可以吗？都可以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帅帅的。那大家形容品。好，那换你讲一个形容词，美美的。哦，好。好。一定要美美的，还是讲形容词？都只要讲形容词就可以。那但是我要讲政治人物，形容词可以。好，没问题。OK， 可以哈。马上换。好，三战两胜哈。OK， 好、哦。好，那我先让你，我们先慢的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请你跟我这样做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帅帅的。徐宏庭，欢迎。请你跟我这样做。不用，不用，就直接讲形容词就可以了。哦、好，没品的。当场一招 KO。
胖的，胖胖的，林医师，好，瘦瘦的，瘦瘦的，柯文哲，柯文哲，好，管你的，好好好，好，再来，聪明的，聪明的当然是我啊，不行，讲过了，哦，聪明的，聪明的谁呢？我想一下哈，王金平，啊，你很烦，王金平讲过了，选你啊，好了，再来，最后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加快，加快，什么？加快的，笨笨的，好，笨笨的，对。笨笨的，好难哦、喔！柯文哲，柯文哲哪笨笨的啊？我输了，我输了，好怪怪怪的，好不管。但是今天我们呢，不管你赢了，我们还是要给你这个。哎、欸，真的国民党中常委，怎么样？怎么样改规则啊？我靠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也可以，我不是赢了吗？管你的，管你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就完美的 ending。你那些是我怪怪的，你怪怪的、啊，你在害我，你才在害我。陈俊是诚实的，不是人家不是邪恶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我最怕被电了。不会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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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干嘛？就是讲实话就不会被电。屁呀！真的啊，上次李明贤被电到框外去，哎，不知道他离婚了没？没有啦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会被电。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根本就一定会被电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你只要讲事实。怎么可能？他拿什么东西来测？脉搏还是什么？对，就是看你有没有说谎。有说谎就会心跳加速。这根本我们三题就好。这根本就乱。三题就好。电人。快点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真的有够烦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被啦，不会。看到这个，你只要讲诚实、实在话就好。我看到这个，我可能真的不是男人。你知道吗？先给我当卫生纸，我好紧张，我快。哦，你的什么东西都。擦一擦。好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是不是男人？不要讲，好害怕哦，突然觉得好害怕。好好好。OK。好嘞。好嘞。可恶。因为你电了我1000块，好开始，电死你了，我妈蛋！好，连胜文是好老板吗？是啊。等一下哦。是啊。啊，对，我还没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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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南。哪有啊？还没呢，我刚还没按下去啦，不是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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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重来，重来。是啊。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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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北南的。好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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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今天来你这里，我今天来你这里，我真的被你搞乱了，你真的很烦，你一直乱我的节目。我最喜欢乱人家的 tempo。我的总编进来看了，不要再啰嗦了，真是。我就是改变规则的小孩。好好好，开始。对，好开始哈。哎呀，好恐怖哦！你哪会怕？我正在流鼻水。好，再摸着良心问，连胜文是不是好老板？是啊，真的是啊。真的，他的到底有多好？到底有多好？嗯，你看。我明明你看你没有被电我明明就他幕僚，可大家都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真的。你看这就表示他一定是做得很好，大家才会觉得是。好感动，你看我眼泪快掉下来。你看你没有被电啊，没事，这是真心的。过了，过了，好，第二题。过了第二题。哎呦，好害怕哦。快点过来，第二题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真心就不会被电，真心就不会被电。好，第二题。你要问什么？好，第二题啊。我这觉得这。这根本就是乱数规则，一定会被电一次这种啊！觉得议员的钱太少，议员的薪水是真的蛮少的。嗯，那你是不是一个好老板？我是不是？我还没回答，我还没回答。我是你觉得议员的钱？我还没回答哎、欸。好好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好老板吗？我觉得我算吧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本来要讲微薪之论，都蛮高的、啊。真的、哦，有可以请我吗？我当场来应征，哎、欸，因为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做过助理，嗯，对，所以我薪水都给蛮高的。对，兄弟，你看你被电了，你被电了。可是我严格讲起来，我觉得我不太算是个好老板。哦，网友说，对，网友说这个薪水多少，他们想要来。我办公室最低的薪水应该也有3.5万吧，最低哦。对啊 ，average 应该在4万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，4万6万。最后题，最后题，最后题了，最后题，最后题，最后题。好恐怖哦。不会不会，就你，对，也还好啊，也没有麻麻的啊，就麻麻的嘛，就你啊。我有时候不太管人的，所以就不一定是很好。你是不是一个纯情男？纯情男，嗯，我觉得算了。真的、哦？算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心虚了？心虚了，对。所以我是说，我们这个真的是诚实机，诚实机。你看，第一个你讲的连胜文是好老板，就没有被电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什么好问的，我觉得这个比较乱。我认识你一点都不纯情。他那有在测，他那有在测。你一点都不纯情，你到底换了现在换了几个女朋友？什么换了几个女朋友？你女朋友都没有公开过哎、欸。我大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，就是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。好。
这个呢，徐宏庭赢得我们的公司打电话来了，不是啊，我脱稿了，你很烦，太闹了，太闹了，太闹了，下次不能再，不要再约这个人，到底要不要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今天恭喜你闯过我们三关，千元，其实这个通话费嘛，对，为什么拿那么辛苦？啊，谢谢徐宏庭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啊！大家如果所有的市民啊，网友，你不是要给他们问问题吗？就都没人问了，有，对，有啦，他说你这个你在你这边上班要多少钱啊，对，大家好奇，对，面议，哎，你们不是要宣传那个吗？面试后再面试啊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徐宏庭的这个办公室有一个飞镖机，好，如果网友想要来这边的话，好不好？排队排队进来，打电话给我，我所有的文宣上面都有自己的手机，真的，我都自己接电话，哦，我所有的文宣，我的名片啊，还有我助理的名片上面，正面是他们的手机，背面是我的手机，啊，然后24小时全年无效，徐宏庭真的说真的真的是一个一定找得到，很认真很认真的议员，对，幕僚出身的议员，很认真的议员，哎，有没有选立委？有没有选立委？有没有选立委？嗯，想啊，想哦，对啊。世代交替很重要。哇，讲到真心话了。你是选不赢的。超北蓝的。好了，非常谢谢你的收看，每周一、三、五12点到12点半，欢迎收看小鱼行啊，来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好。还要继续。还要继续。对啊。番外篇哦。没有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有史以来赢得奖金哎。那其他人都没领哦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他人都领通告费，就只有你领奖金。Thank you.